桂林时间马蒙丹莫奈美术馆 Musée Marmontin Monet。 这个美术馆位于巴黎十六区布兰涅森林旁边马蒙丹的旧居中，它是1932年由著名的美术史研究专家保尔马蒙丹赠予法兰西美术学院的，同时捐赠的还有他的毕生收藏。1957年起，美术馆得到了莫奈的好友和莫奈后人的大量捐赠。到现在呢，美术馆收藏了文艺复兴早期、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以及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艺术作品，其中以世界最多的莫奈作品收藏而闻名。那下一集我们会专门来欣赏印象派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，也是由莫奈创作的《印象日出》。会令时间，法国巴黎。